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言大义》这个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节目，我出了外景，大家猜猜这么漂亮的海景我身在哪里？没错了，我身在欧洲，我身在法国的加纳，来到度假。在蓝色海岸这边呢，度假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房价相当的合理，比起内地和香港，大概每平米人民币3万到7万中间，而且经常可以看到漂亮的海景。而且我发现买了房子还可以拿到法国的居留权，到底是会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好的，今天的微微在法国尼斯的一个中餐馆做一个访问，这个环境比较特别哈，因为我最近呢在法国尼斯度假的时候认识一个中餐馆的老板娘，哎，她多才多艺。那为什么接受访问？为什么我要访问她呢？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旁边就是王鑫哈，欢迎你，王鑫。你好，你好，你好哈。那么我知道王鑫呢，我在这个中餐馆吃饭的时候认识他，跟他谈谈这个法国的经济啊、房子的问题。原来他不只是一个老板娘，他不止中餐厅的老板娘，你还有什么其他服务是吗？没有，就是因为来店里吃饭的客人，尤其现在国内的一些人愿意就是说来国外度假，所以说就可能会跟我咨询一些就是关于法国的那个买房的问题，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就是那个咨询公司，专门就是为中国人解答关于法国买房卖房的一些相关信息。然后还有其他的呢，就是我有一个旅行社哦，因为做旅游嘛，因为尼斯是个旅游城市，所以说它肯定是有这些相关的产业，所以说就做这样的一个旅行社，然后正好客人来看房的时候呢，顺便带他玩玩，就这样一相关的这些东西吧，就这么多，也没有太多。明白。其实还漏了一点，他说啊，开餐馆了，做旅行社了，可以带人看房子了。另外，如果你想在法国居留，他都可以帮你。我好厉害的老板娘。OK， 我想问问你是从内地沈阳过来吗？然后这个在法国读书，然后就留在这里了吗？一般法国读书人呢，就喜欢在巴黎呀、啊、马赛大城市，尼斯是偏了一点哈，你为什么选择尼斯这里呢？因为尼斯比较适合生活，就是这个其实主要是看每个人的需求。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用到你所用的东西，你想要的生活，那就选择你想要的生活。那还有一些人就是愿意住在深山老林里自己一个人住啊，什么这样独居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是觉得尼斯非常非常适合生活，而且一年四季的气候也很好。然后呢，很多人对尼斯的印象只是觉得就是夏天只有一个海边，但其实不是，它就是开车如果要是有一个多小时的左右的路程的话，它离阿尔卑斯山很近，你冬天可以滑雪，然后它周围还有一个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有一个纯天然的大峡谷，你可以去玩。其实尼斯有很多地方它真的适合就是生活，是因为大城市的话就是太复杂，明白，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喜欢简单。对啊，现在法国经常不止法国，欧洲英国也有一些恐怖袭击哈，那会不会住在欧洲感觉没有你来了十多年了嘛、没有以前十多年前那么安全呢？其实不是，其实就是说实话，这种恐怖袭击真的是百年难遇的这种东西。我记得我一开始刚来法国的时候，有一年天气特别热，就因为天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山上的树着火呀，自燃呢，这是很天灾了。那你说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些天灾，比如说地震啊，之前几年的那些地震什么的，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恐怖袭击这个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非战国家，所以说整个欧洲的话它能发生这样的几率其实非常小，可能几百年才发生一次，我们并不属于其他的那种就是经常会有战争的国家，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一般觉得法国人比较傲慢一点哈，比较就是高高在上，会不会对一些亚洲人没有那么友善？有没有受到这个歧视？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从两个面想吧。因为一开始刚来的时候语言并不好，那时候年龄也小，也不太会为人处事，所以说话可能直来直去，也会得罪人，也可能是本身我自身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当你就是说既然你选择在这儿生活的情况下，那你肯定首先最基本的就是你要语言会通，而且他所谓的也不见得是歧视了，他只是觉得可能跟你难沟通。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在香港生活，那我肯定要会说香港话。
话，对，广东话。那如果我不会说的话，可能大家跟我沟通是费劲的、嗯、那他不见得他一定是歧视我，嗯，对吧。最近呢是法国经济不景气，或者整个欧洲经济不太景气的话，我听说法国拿居留权比以前容易了，是不是这回事？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法国其实你买一套房子就可以拿一个身份，但是他的给你的这个身份就是允许你在法国居住，然后享受这些医疗啊，或者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福利你都享受，就相当于是一个合法居民。嗯，针对一些想来国外生活的人，我建议就是你在这儿有一套房子，买一套房子拿一个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挺好的。好像这个房子也不用太贵，这个二三十万欧罗都可以的是吗？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正常法律上它是没有就是说你一定要买多少多少钱以上的房子，但是我是觉得你买一个二三十万的话，对于一家三口生活来讲我觉得很方便，而且性价比相对高一些。明白。那一般如果我们想在法国真的是买房子的话，比如说在南法的话，你觉得应该选一些保值的房子呢，还是选一些容易出租的房子呢？怎么样做出选择？选一些别墅呢，还是选一些公寓呢？我给的建议是选公寓，因为我觉得公寓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尼斯是一个旅游城市，旅游城市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它的旺季呢就可能是六七八这三个月的旺季，然后呢其他时间呢你完全可以租给一些平时工作的人，或者是学生也好，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是从每年的九月份到来年的六月份，你可以做一个长期出租，然后空出七八两个月来做一个季节性的出租，针对游客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回报率就偏高一些。其实王鑫呢很辛苦了，帮我们找一些法国也很漂亮的房子，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王鑫呢带我们来一个第一个呢豪宅来参观，看有这么样漂亮的法国的尼斯的这个海景，那么第一个就再带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豪宅哈。那么王鑫非常感谢你，首先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豪宅的基本的资料给大家？可以，没问题。这个房子呢里面大概是240平米左右，然后呢厅大概就是有60多平，然后后面有四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浴室和洗手间，然后呢前面呢这个公园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概有也有200平米，但是它有一部分呢是公用的公摊的，因为它有个游泳池是给这个几个住户的，然后呢大家都是算是私人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明星啊，或者是有很多作家呀、诗人啊什么，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很适合生活，也很当然也更适合度假了，然后就是所以说他这面的小学初中高中整体的那个教育素质就非常非常高。明白。这么漂亮的豪宅大概需要多少钱？欧元？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费用大概是350万左右，350万欧元左右，350万，240平米，还没加这个200平米的花园。对，然后所以呢这个哇有四房一厅，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厕所，有三个是有洗手间的。对对，赶快带我们看一看现这个室内情况吧，谢谢你。好，没问题。哇，这个房子很漂亮啊！王鑫呐，我们这看着这个房子都流口水了哈，350万欧罗。但说实在的，在国内你说以这个价钱也买不到这种房子，对不对？对，因为现在确实国内，尤其是香港吧，反正香港的那个地上，对吧？两三千万真的是买一个很小的这个公寓，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而且这里面还折合了汇率的问题，所以说其实在国外尤其是像这种海景房已经算是低价位的了。不过想问问哈，这个买一个房子350万，240多平，你还有好几种税，有公证人税、地皮税，这个都是一次过要交的。这公证人税、地皮税这是多少钱？这个大概是你房价的7%+。哦，就是7%左右吧，这也是根据房价来走的，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对，一次性要付的。这个就是跟你决定买房子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交的定金是一块要先付的，这是第一笔费用。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费用，就是有一个住房税。住房税这个吧，就是要看房东本人了。如果你这个房子要租给房客的，那这个钱是房客出，而不是房东出，因为房东没有租在里面，是房客租在里面，所以这个费用呢是房客出。但是如果你要不出租，这个房子就是要你自己来付，即使你没有租在里面，你也要付这个钱，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叫地皮使用税，这个是每年要交的，这个和业主。对，这个是业主要交的，这个就是费用跟那个住房税差不多，上下浮动吧，反正就是。所以还有一个管理费，如果是别墅就不用，但是如果是公寓的话就要，对吗？对，因为公寓的话是这样的，公寓的话因为它有的是有电梯的，或者是有自己的小花园的，然后还有就是会就是那个物业管理局它会定期安排人来做卫生，每个星期都要做，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小公园的维修，还有一些公寓有一些喷水池啊什么这些的维修啊，还有电梯的维修什么，还有所有的费用，还有你的那个电呀什么乱七八糟，还有每天都会有人为你清理卫生啊，清理垃圾呀什么的，这些费用都是物业费来出，所以这个是也是房客出，如果是你租出去的话是。所以现在就是7%，就是350万的7%，就是一次过的。然后呢，每一年要交住房费，住房费就是你谁住谁给。对，这个还有使用税，还有物业管理费，三样东西是每一年都要交的。那好了，对对对对，这个豪宅的话，住房税、使用税和物力管理费是多少钱？大概也是根据那个地区的不同，价钱的不同，比如说这套房子大概一年下来就是3万来块钱。嗯，3万来块钱。就刚才我你其实更仔细告诉我，就住房税是4000欧罗一年。对对对，使用税是4000欧罗一年，物力管理费是2000一个月，那就2万多，所以加起来3万多。那3万多和350万比，就是少于1%。对对，不到1%，这个其他费用就是不到1%，你房价的不到1%。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350万呢，其实里面就是单纯就是里面已经含了就是那个中介的钱，中介的费用。哦，它不单纯是房子的费用。明白，中介费也包括在里边。对对对，中介费也包括在里面。中介费呢，法国是这样的，法国房屋中介收取的费用大概是6%左右，有的中介可能会收个6%-7%，有的可能4%-5%，就是每个中介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不会差距太大。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说350万欧罗已经包括了中介费，而大概是5-6，可比讲价的这个价钱，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讲价，在哪儿都可以讲价。okay,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请王鑫来帮我们讲价。OK，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谈谈。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微言大义，这次呢微微身在欧洲的尼斯来访问这个能干的餐厅老板王鑫，为大家讲解一下法国的房地产，还有法国怎么样拿居留权哈。再次欢迎你王鑫。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法国的房子哈，其实法国房子很明显有时候有很漂亮的这个很老的建筑物，但也有很新的，但其实老的并不代表就是像国内这不老的越老越旧啊，越便宜，但不是，我可能很老的房子可以很贵的，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没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法国是一个艺术之都，他比较喜欢一些传统的文化，这些艺术，然后所以他就为了保留下来，所以他是规定就是不允许动，但是呢它内部结构是每年都必须要去巩固，因为它为了保证它就是留的时间更长久一些，不会有损坏，所以它外面是不让动的，它为了让你了解一些欧洲一些古老文化或者怎么样的，它里面是每年都要去加固啊或者怎么样的去装修，所以这样的房子就更有历史意义，甚至有一些房子会在市政府去做登记，就是根本就是你真的没有个人没有办法动，但他可以卖给你，你可以以个人名义去买，但是你不可以动他的东西。嗯，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波尔多这个城市，大家肯定都知道了，红酒的产地吗？对吧？然后那个就整个波尔多这个城市，它被列为非物质文化城市，就是它因为在二战期间，它这个整座城市都没有被摧毁，所以保留是最完整的。你到波尔多看的话，基本上都是旧楼，但是它里面内部结构非常结实。嗯。旧法国就是这个样子。明白。那一般这个旧房子的这个维修会不会很麻烦，就是这个下水道啊，这个会不会很麻烦呢？
不会，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现在每年都已经把就是各个就是老楼的下水道啊，或者是一些漏水问题啊，或者是一个隔音问题啊，现在都已经改善得很好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每年都在维修，但是就是说他会定期做一些检测，因为他希望保留这样的老城。嗯，然后就比如说尼斯就有一片地区就是老城嘛，他那个地方就是更不用动，那个地方的房价就相对高一些。哦，那个反正更贵。对，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有那种艺术氛围，或者是现代人去感受古代的时候的一些大家所生活的环境，所以他也可能有一部分他就不会动。还有就是比如说巴黎，有的人会去过巴黎有一些建筑物它也很老嘛，但是呢它只是外面它一些的建筑风格，所以但它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般房子我们看的这个面积哈，是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包不包阳台呀、什么电梯啊、会所的分摊呢？这些都没有，因为法国就是面积就是纯的是个人的使用面积，使用面积，对，使用面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房子比如说是阁楼式的，它顶上，因为法国的建筑基本上有的时候它是那种阁楼式的，对对对对，不是像一些地方是平的，是它阁楼式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位置，就是它规定就是在这个斜度上是在多少米以下，这个面积就不算了。哦，对，就白送的。对，所以说呢，还有就是阳台面积它是另算的，而且基本上很多的那个公寓也好，就是阳台面积是不算费用的，是免税送的。对，花园呢？花园这个是另外一个价钱，就是它是针对别墅的，别墅，然后呢，你别墅呢，它也是使用面积是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占地面积是多少。那占地面积它就会有一个公园也好，或者是有一个那个游泳池也好，那这个是这个费用是另算的，是比如说你的房子就是它会是房价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一平米1万块钱，那它可能这个花园和游泳池这个占地面积这个费用就可能是5000。哦，有的地方就大概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算法吧。明白。嗯，接下来呢，王鑫带我们看看刚才一个老房子，然后呢也有花园也有游泳池的老房子，而且价钱的不算贵，我们一起来看看。好的，今天的王鑫呢又带我们看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别墅哈，也是在尼斯的半山。那么可不可以请王鑫介绍一下这又是什么样的地段呢？这个呢是因为就是在比较靠近尼斯，然后是在去摩纳哥的路上，然后这个呢这个别墅，因为这一个整个这个半山呢都是别墅区。我为什么介绍这栋房子呢？是因为这栋房子比较有历史意义，虽然它是1955几年建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在市政府登记过了，它有历史意义，所以说不管就是说房主要改建呐、或者是要扩建呐、或者要是做一些其他变动的话，你必须要到市政府和法院去申报，然后如果人家批准了你才可以有改动，但正常来讲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就是有历史带历史性质的房子的话是不允许你有任何的改建，除非你里面内部的装修你可以简单做一下改，但是外面是一定不会动的。好，那么房子有多大，有这个使用面积多大，而且还有多少房多少厅呢？这个呢它里面的使用面积呢大概是180平米，然后呢是4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室，然后一楼呢是大厅和厨房，然后呢它整个外部呢，外部的话是有一个游泳池，然后整个的占地面积是500平米，然后就是说游泳池呢也是不能动的，就整个它这个500平米里面的就是外部设施能看到的你都是不能动的，这个都是有在政府登记的。嗯，500平米的占地面积，然后180平米的使用面积，还包游泳池。对对对对，哇，4房1厅的话这个需要很贵吧？还好吧，我觉得只有110万左右，我觉得这个价位还可以。110万欧罗，也就是700-800万港币人民币，那在香港起码真的不可能买一个别墅哈。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好吗？好，没有问题，请。这个房子也是非常的漂亮哈，那么才100多万啊，这700-800万港币人民币，这差不多了，港币人民币700-800万一个别墅，
在尼斯的小山坡上面。但这种老房子，你就说啊、它翻修的时候会不会很贵呢？就是如果我修理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你很多东西不能动嘛，这个修理的时候会不会很麻烦？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它这个房子比较特殊，是在市政府登记过的这种房子，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只允许你动里面。你房子的里面，那你至于你自己家里面想装成什么样的，那是你的，然后格局呢不能动，所以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多打一间房，或者是少打一间房，这个是不可以的、嗯、所以说它整体格局就只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确实有一点点的限制、嗯、但是呢你里面愿意装成什么样子呢，那就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风格来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外面你不能动，就比如说它现在是白色的，那就还是白色的。哦，这样子。对，那刚才那个价钱100多万的话，是包括那个花园和泳池吗？对，都包括了，全部费用都算在里面。好值哦！啊，对呀、啊，还有那么漂亮的海景。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别墅和之前我们看的那个200多平的那个公寓，对，差价会这么大？是，首先第一呢，就是位置的问题。因为那个是在山顶，这个是半山，我不是说山顶就一定要贵，半山就一定要便宜，是因为那个就是地理位置，还有就是它周围的一些住户啊什么的，所以那个位置可能相对是黄金一点的位置。而且这个别墅呢，因为它是在半山，可能海景的面积，就是你能看到海的面积并不是很大，所以说还有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这个房子呢就是相对的就是面积小了一些。还有就是你买别墅的问题呢，就是可能平时你的那个耗电量啊、用水量啊，可能会相对大一些、嗯、就是可能你房价会低一些，但是你的其他消耗能源能量可能多一些，那你其他费用可能相对高一些。明白。所以说每个情况都不一样，对，价钱就不一样，衡量标准都是不同的。明白。好，那么现在的王鑫带我们看最后一个也是很漂亮的住宅哈，面对呢就是海边，然后呢后面呢是这个公寓。王鑫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里的地点在哪里？这次给大家看的就是类似于像公寓房，就是不再是别墅区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离市中心比较近，离海边比较近，后面大概也就是20-30米就是海边，这样的公寓房。然后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房子是这个，在二楼。然后呢它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是170平180平左右。然后呢它里面也是一样的，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浴室。然后呢这个公寓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阳台特别大，也是敞开式的。然后呢它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游泳池，如果你不愿意去海边的话，你可以用自己的独立的游泳池，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价位呢也非常合理，也就是170万，对不起多说个零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嗯，就是因为离市中心比较近，你就是购物啊或者什么都很方便了。一会儿我们会大家看看，就是非常非常近，前面就是沙滩，而且呢这个就是这海上颜色非常漂亮，而这个就是公寓，然后还有这个游泳池啊，这个有个小区，是不是？对，这个整体这个后面这个喷水池啊，还有这面的这个一些植物啊、绿地啊什么的，都是归这个小区所有，所以说就是你整体的环境也很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愿意下楼去海边的话，你躺在自己家里，你看每一层都有一个绿色的植物带，所以说就是也你也可以在家，然后都有一个小游泳池，你也可以在家游。如果说你觉得太小不够你玩的话，你也可以去海里，就没有问题。对，因为前后也就是大概几十米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房子有多久的历史？这个房子算是新的吧，因为这个房子大概是90几年建的，对，到现在也就是20几年，还是偏新的，比较新的。所以说就是里面的内部结构什么的也都挺现代化的。好，我们马上进去看看。好，没问题。谢谢。刚才又看了一个很漂亮房子，在海边的一个度假公寓哈。那么我进去的时候呢，原来那个正在住的人是俄罗斯。那么第一个我们看的那个是一个意大利人在尼斯买这个度假房子。其实是不是都是很多外国人在尼斯买这度假房子？
对，因为这是旅游城市，而且呢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呢是英国人愿意来尼斯度假，本身也离得不远，然后呢其次呢慢慢就是俄罗斯人，然后后来呢加就是在近几十年呢就开始这些其他的，比如说那个美国人，然后就是瑞士啊什么的这些地方的人，德国人愿意进来住，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中国人可能更多了。对，现在确实就是近一两年确实是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明白。其实刚才我们算了一算嘛，无论是110万的那个很漂亮的别墅，还有这个刚刚看的170万的这个海边的度假公寓，大概除了是每一次过的是7%的税项之外，每一年要交的，比如说是使用税啊、物业管理费啊，如果是公寓的话，还有一个是地税，是吗？嗯，加起来的话，每一年大概7%-1%，就是整个房价的费用，这比起美国还是低的。比美国要低的，美国的一年要2%，有的3%的税率，就比起房价每一年都要交哦。OK， 买了房子之后要多久就可以拿到居留权呢？如果是您按正常速度办的话，基本上半年-1年就可以拿得到了。而我买了之后，比如说我的小孩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来跟着我来法国，而且他们读书是不是就是公立学校免费呢？这个是的，就是如果孩子是在16岁以下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跟着你一块过来的。然后呢他也会就是他不用申请，只是说作为就是法人需要申请，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是他的责任人嘛，所以说只需要你来申请，然后他是在16岁之下他是直接跟你过来的。明白。然后他在这边上学什么的，就是公立的话不要交额外的费用，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就要交额外的费用，不会的。哦，你像因为我现在虽然待了10几年，我也没有入他的法国籍，嗯，我也是拿着这样的居留权。那么如果是海外人就是外国人去买法国的房子，要不要付另外的费用，而且可不可以借钱？没有额外费用，但是呢不允许贷款。不允许贷款就是要自己全部拿现金拿出来，就是要一次性的。一次性。当然了，这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在你自己本国你能借出来，就从银行能贷出来款，那是你在你自己本国的问题。但是你在法国是不允许你贷款的，因为你所谓你要贷款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你要有一个在法国要有一份工作收入来源，银行才会贷给你，或者你有抵押产品才会贷给你。明白。那你在法国目前来讲的话，你刚刚决定才买房，那你就意味着你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固定资产，或者你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固定收入，那他是不可能贷给你的。那我想问，如果在法国买了房子之后，我把房子卖了，是不是我的居留权就没有了？这个要看，如果说你是在，因为法国的身份是这样的，法国的居留呢是一开始你申请批下来以后呢，你拿的有效期是1年的，然后呢每到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到移民局去换，这个就很简单了，就不需要太多的手续就可以换下来，也不需要太多的纸张，不像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比较麻烦。所以说法国呢是你换了5个1年以后之后了，他会给你一个10年的长期居留。当然了，在换10年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换10年，你也可以选择入籍，你也有资格开始申请入法籍了，这个是看你自己后面怎么去选择。然后呢如果说你在5个1年的当中，如果你把房子卖掉了，那你就没有了，因为他是给你的身份，就是因为你在法国买房子了，他是为了方便你来这儿生活来这儿度假给你的这样一个合法居留权。但是如果你把它卖掉了，意味着你就在这儿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那你度假就是可以住，你只能住欧代了。明白。那你住宾馆的情况下，那他就不需要给你这样一个居留权了，你可以去办一个签证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王鑫，不过时间的限制哈，因为我们今天呢只能他还要做生意哈，我已经打扰他很久了，一天了，带我们又看房子又讲移民，然后又讲这个房子应该注意的事项哈。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法国尼斯的一个餐厅老板娘是王鑫，他自己又有旅行社，还有帮大家有什么移民的问题都可以问，还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写问题，然后我把你们的问题全部会转给王鑫的。今天非常感谢你接受访问，谢谢你，谢谢。